又是耳道痛，又是耳道痛，又是耳道痛，有个肺炎，快速又开始肺下来，从天往下来，快速下降的时候就像乘了飞机，开始下降一样，一下子就跟住降下来，一下子把那个压力降下来以后，引起耳朵疼痛，是一样的感觉，知道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